用心煮嘢食，对方系感受得到。唱歌都系一样，我嘅工作令我少咗时间练歌，浴室就变成我嘅私人 studio。就算追梦过程有几辛酸，有屋企人喺背后支持，我唔会觉得疲倦。我不再犹豫，踏上我梦寐以求嘅舞台。我系中年好声音 Benson 颜志恒。